好，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翼空转身水岩吸，翼空转吸转身水岩吸哦，画的还不错哎，说真的画的不错，幻影如水水岩吸。一定有人问我说我没有第二张哈，不好意思没有第二张，这个要两张很难哎。黑金要两张不容易，什么真人视频哈，有看到？啊，怎么那么安静啊？环境变得安静，我不太习惯哎。随机赚5啊，也可以这么说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转租啊？哎呦喂！24抽中火焰哦，30抽你都可以接受。水，不可怜，还不可怜。这有点刁难耶。下面那是没有连的哦，先跟你讲，那是没有连的。哦，老罗的 K， 哦，那个是不可怜哦，啊，不可怜之人必不可恨之处啊。海姆跟翼转火焰可以一起开吗？你要等我转了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些会长有人问我，问我说翼转一下好不好用？我说我还没翼转，所以你要等我翼转之后我才知道好不好用。OK。